老哥，哎呦，这破工呢，大哥，哎呦，我叫我叫袂精神，我今来准备喷水。张女士，破工呢，我来准备喷水。姑妈，姑妈，你酒醉了啦？我没哪有酒醉。你都讲你无酒醉，你失态啊？你知无？我失态。嗯，我没哪有失态。无失态。嗯。为怎样来倒一只困呢？哦，我倒一只困酒醉啊。嗯。酒醉就酒醉嘛，酒后的今天归家，开怀畅饮老同受风寒，你知吗？哦，来，我有你回房去休息。无咯，君主啊，我有一件代志藏伫个心肝内，已经藏真久啊。想要甲你问，又搁惊你生气；若无问，我又搁会艰苦。我是应该问，也无应该问啊。姑妈，你咱是夫妻。你的心思我了解，你是不是要问讲，我跟你家人为什么来这里结婚，这么亲密？对对对，就是这件代志。到底姑妈呀，你伫咧家厝吼？嗯，家厝我是唔敢，伊是你今仔若无甲我回答，谁啊恁一男一女会这么亲密？到底是什么关系？你若不跟我讲，我无吃醋，我蛮怀疑呀。我只跟他知影讲吼，你已经就是网红的手下，其他代志你卖问嘛，以后你就知呀。大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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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卖醉呀，大哥，干嘛来家？大哥，拄则就讲我伫遐伫遐啉烧酒啊，我来家。哎呀啦，大哥无看呀！啊，你赶紧来去找，是，哎，去来找啦！大哥，大哥，啊，你不要紧哦，咱们应该来去找呀！大哥，快呀！大哥，快呀！大哥，快！大哥，快呀！大哥。哎哎，拉水！你有刚刚多少消息不？有啊，恁找有无？有啊，四个水稻草啊。对啊，
这几人找也无人，也唔知找去倒啦。什么？安尼出大事啊？你哥有哪来找啦？哦，你姑娘来。哇！啥物人在动哦？是。好，老话王。是南京中的老话王吗？啥物？老话王。这还有红胸鼻青啊！别人都是关于参见。参见老话王。哎，这人真面色啊！阿龙得清啊，得清！臭小子，竟然敢想到花红光，阿这里自找死哦！来人啊！来！有人来！来！清楚最干不？不，这小子自找死哦！咱利用这机会，来不切！来呀！是，将他带到后庄。是。主将，马国强，孙兵波，你到底是干什么的？哦，伊是贼，乱窜南城中，到处落荒的猛跑，冒充王爷。这里从哪去进入荒的猛跑？我来这边修。一定是班花楼，哼，亲。我听着他有讲过，有一个弟子连金玉官，敢讲是伊。敖进，这无你的代志，上好你是卖插。来人啊，吃饭。今年可是偷窃南青江的物件，应该靠南青江处理。红条满，对，阿庆，我们准备报回府，回应你，爱告南青江。好啊，大家免得小心，回去中年团带上条吉家。好，大人，带吴金环阿雄点吉家。是。有一名盗贼，四川南城中到处落荒的猛跑，此人已经上刑，请皇上定断。去了皇上，南城中改旗松扬，利用小小随便出入，而且出人真正落荒的猛跑，可能跟南城中有什么关系？请皇上调南城中的人来查查。嗯，跪在山底下是何人？你打头来，铁道皇兄，这话已经虎首认罪，无名见人。铁道皇兄，处理是旧运大事，不幸运事。嗯，眼前不淑，斩！将这个人将阿母问我好心，斩！去去下流。平心下万岁。落花王无忌上殿，何事禀上？禀告皇上，此人并非盗贼，这是表兄狄青啊！啊？什么？伊是狄表兄，赶紧将伊叫醒啊！
紧。大哥，大哥，你跟谁行啊？大哥，大哥，大哥，你能不醉啊？大哥，这是什么所在呢？大哥，这是金銮殿啊！金銮殿，龙王孙行，哎呀！金銮殿，你千万不通乱来，皇兄在此，赶紧警告。哦，出面就先告个万岁，万万岁！叶表演平心，皇兄，千里万情，没有皇兄可尊啊！叶表演第二个好礼，皇兄啊，一见高。皇家的福音，安尼才是男子汉大丈夫。请皇上宣传你的心意，大庭闭目，献一品官职，封为一品官职；献二品官马，封为二品官职。天道皇上，朝廷不用兵之罪，但愿处处闭目，令你光交用将，有助朝廷。好，既然表皇兄如此坚决，殿上下旨。朝中武将三日后赴驾城比武，感谢皇兄相传。表兄，去找这个杨丞相。
皇上已经下旨，命令所有武将三天以后在驾场飞舞。吉利呀，我爱你上帝兵召皇上，是要甲臣离婚王位，你为什么不兵召呢？兵不用，你是要兵召？只是把我们爱当得关系呀。臣、啊。吉利，你为什么不改阻止？有，你是有阻止，可是你是不良，不良宿醉，姑娘，是这个主管的这边的怪皇帝啊，是你。这个主管的这边的怪皇帝啊，你弄起来，下公庙，果然是不放心。不如我就下旨请皇上，不准任何人家庭闭目。哎，公庙，你千万别啊！你先教我点点。给你，再准备抓目的。啊，太后千万行，神有为兵造。你讲，太后。可是你若是安尼清楚，传扬出去，不但南清宫有失名誉，而且在皇亲以后是要安怎做人，请太后上书啊！安尼也唔对，安尼也唔是。这个嘛，就像是阮一家唯一的幸运。可是伊若是有一个办法，我是要安怎对得起阮一家的人做人做？不然说最近去就算地下的保险。太后，请你放心，臣更是给你保证过了，在皇亲这次的比武是温超胜算。比武是人们有所遵守，你叫我要怎样啊放心？啊，对啦，小姑妈，宋太祖遗下的金盔金甲是不是还阁存在？无唔对，现时供奉在太祖庙，和万民占用。哦，你那安尼清理就有救了。只要会当穿上太祖金盔金甲，都无人敢伤伊。若是伤伊者，难免有罪。这真是一个好办法啦、啊。公主，千万不要甲我点点。大人呐，准备乱搞。这里。我又不在将来，清理就交代我的看管，唔准你离开南京宫一步。是。
小姑妈，在，电话来是蔡祖庙，神鸟子。表红兄，我求你，我求你千万中中离开南青江一步。哎呀，不过我，你安怎？我总有兄弟拢在保后台湾，我总是变了无转去啊。哎呀，表红兄，不是我伫咧埋怨你啦。自从你出现到现在哦，是家你阿爸少麻烦啊呢。我知影，皇帝对不住，这不是故意的。三公后是要逼母了，我若无倒转来再施行，那众兄弟啊会讲我无情无义。在这是皇姑庙，还未倒转来进前，我就回宫，安尼就袂甲你惹麻烦咯。好啦好啦，唔答应也袂用的，你哦，真是害人不浅，多谢皇帝。